我只能选择成全他，但这样我也不把这些东西都忘了。我唱歌给你听吧。有一首歌唱给你听。什么有杂音？跟住落嚟咧，我有首慢歌。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这个王者是唱。给我一个理由抛弃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后面怎么唱的？什么做的决定有些爱什么什么那个血液相声那个最后的距离是你不在我身边，却在我的口袋里啊。哇操，这个不是香蕉老板吗？哦，我看到香蕉的 CEFO 了。干什么？妈直播？为什么了？直播了？不能直播了，这个直播不能直播啊！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以前有保安吗？你有，你看一楼有。真的有吗？真的有。几个？别管几个。有几个？半个的话可以把你那个。你看看你这身材，老子一只手就可以把你放倒了。少逼逼，我在唱歌，给我只有听的。那你的订阅不跌吗？你这。他们订阅两千。你他妈，你唱成这样。别说话，别说话，我唱一首歌。你点一首歌，我来唱。啊？点歌我来唱。小青龙的炭。炭什么？我是一只小青龙，嘻哈会唱吗？啊，李志明，
会唱吗？你是那个乌鲁哈什么？我那个你是那个怎么唱来着？你想是不是？木龙狂跳，什么都不要，脸都不要。啊，对对对，不行不行，我换一个换一个。你会唱《中国有嘻哈》吗？会吗？不会不会。啊，不会。你家没有 freestyle 了，人家什么都不会的了。不，将来我好好唱首歌给你。昨天他妈直播炸了，气死我了。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唱一首，你们点一首歌，唱给你们。这个音量是不是有问题？卡兮兮的，我等下关播了，继续是不能直播的，我们在试 PQ 的板子。我们今天在试 PQ 板子，谢谢 LLE 送我的666和比心。是不是喜欢我嘞？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加分告诉我好不好嘞？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街，就是那路口。后面怎么唱的？感谢的是你。我们到后面不会唱。第四季我们在试板子，试完板子下个月就开录，录完了就开播。有电流吗？可能是我的耳麦问题，没关系，大家就随便听着，我马上就要关播了，好吗？我实在是谢谢王小勇送我的竹子，谢谢人生只是一瞬间送我的幻团，谢谢心外温酒送我的幻团 YY 老板送我的那个红领巾 VALL739 是送我的饭团，是派派啊送我的饭团 VALL 送我的红领巾，可爱的柔柔送我的饭团，蓝海9238送我的竹子，是派派送我的竹子，是派派送我的竹子，鬼鬼不是欧阳盆栽送我的竹子，这个不是欧阳盆栽，不是那个一喜各位，超点赞超点赞，谢谢谢谢可爱的柔柔送我的红领巾，谢谢 BLUE 送我的饭团，谢谢。哇操，一个都不认识，这个姜什么的不认识，老板送我的红领巾，谢谢安的后花园送我的红领巾，谢谢小星星放光明送我的红领巾，谢谢谢谢吃货的人生你不懂送我的红领巾，谢谢鸡鸡没头脑，谢谢叉叉酱，谢谢就这样999送我的咸鱼，谢谢叉叉叉酱送我的红领巾，谢谢小动物啊，你慢点送，慢点送，读都来不及，谢谢小动物拯救提莫送的红领巾饭团，谢谢阿九的女朋友，谢谢牛皮脆爆，谢谢恋镜，谢谢 S， 谢谢牛皮脆爆，谢谢 SAL9967 送的红领巾，谢谢恋镜送的饭团，谢谢 MMD 什么老板送的竹子，谢谢科拉先生送的竹子，谢谢举旗的队友送我的竹子，谢谢，感谢 CCTV， 感谢 MT， 感谢萌萌大土狼送我的比心，谢谢风色忧郁送我的红巾，谢谢 BLT 那个送我的饭团，谢谢狗哥最帅六六，谢谢狗哥最帅六六送我的100根竹子，谢谢 M12189 送我的饭团，谢谢 BAT 老板送我的饭团，谢谢就这样吧999送我的比心，谢谢 M 老板送我的饭团，谢谢就这样吧送我的比心，谢谢陈木陈浅落送我的比心，谢谢小明哥比心，谢谢 M 老板的饭团，谢谢胡老板送我的100字啊，下期开播时间应该是不知道十月底能不能上线，我就要十月了。
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谢谢圈圆圆送我的竹子，谢谢 S 老板送我的竹子，谢谢心理学家李静送我的666，谢谢 CC 已经送我的666，那个 CC 新生的主播吗？不认识我吗？是不圆圆吧？不会读狗狗吧？真的不能讲。内测，今天是内测，我准备关播了，我们关播了。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谢谢，너무감사합니다。고마워，고마워。那么菜还参加半大 Q？妈了个逼，要是没老子，你们分得清楚菜与不菜吗？跟老子提这个东西，要不是我，你们他妈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菜。我容易吗？八街吴彦祖，每天饰演一个菜逼。不行，我就菜。要不是老子，就像每天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那些丑逼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没有见识过那种丑逼，你们知道老子八街吴彦祖到底多么帅气吗？你们不知道，你们只觉得我平平无，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见识过什么叫丑。当有一天你们站在 PANAQ 这个舞台上，看到我八街吴彦祖那种大法和所谓的逻辑之后，你们才知道什么叫菜。衣服，哎，王九，衣服下个礼拜能发出去吗？啊，下个礼拜能发出啊，下个礼拜能发，放心，有两件衣服我已经穿过了，这两件衣服我把它标起来，根本就没有洗。要记住，这两件衣服带着我八街吴彦祖的体香。体香懂吗？谢谢迷人的危险送我的666比心红领巾饭团，谢谢咸鱼。你不是都懂。唱歌给你们听，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现在这个手机放在我的屌上，不？喉咙坏了，你们没听到吗？你们昨天有看直播吗？别人直播间不能听，就我的直播间不能听，我很气，一晚上见不到你，于是我的喉咙就哑掉了。现在我准备，张宇的直播吗？喉咙哑掉了，一般唱你的歌。应该插度吗？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
想要给你。哎，可以。生日的惊喜，你越吃越急。是派派啊，是我的主人。一首台歌，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过了你啊。我忙你，你也良心到底在哪里？共下你过清秋，地顶的仙女，共下你你恩我过早的世事，共下你你恩我。千千万万年，共家里。未来变心意。哦，原来你是欢喜，深深乎你偏偏记。原来你是空嘴薄舌。达到目的最爱去，操！看一眼他们人怎么样子。你这就三天了。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然后准备关播了，他都不想播了。主要是没什么内容。哎，对对，过来。想问就是，你是这里的义工吗？你长得这么漂亮，有帮助吗？我拒绝回答，拜拜。么么哒，么么哒。这采访他们员工也是件不错的事情。人还没起。蜀大王到了。阿九不知道耶。哎，我真关播了，好吗？跟个 C 不板，等一下啊，等一下今天可能要试板，直接可能播不了了，肯定不会直播内测啊，直播内测还怎么那个呢？还叫什么内测呢？哎，我关播了，真关吧，兄弟们，拜拜，好吗？如果这次的早，看看有什么内容播什么，不行，晚上约妹子去吃饭，好吧？约个妹子去喝酒，宿醉，我大概参加一期吧，就是第一集，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然后。
之后的体系可能就不了，你毕竟菜嘛，我不能影响你们，打你们胃口。所谓先苦后甜，先看你菜的人，再去看后面的那些高手，好吗？卡是吧？卡我就关了。我也想你们的，但是你妈那个鸡鸡，你的名字就叫阿九的女朋友，明天老子改名字，我给这个阿九的女朋友上一个房管。阿九的女朋友，现在你是我的房管。阿林，这个人叫阿九的女朋友说她想我。你这是干嘛？直播吗？嗯。啊？看我们擦遍了，是我最后一张狼牌，两张好人牌。那你不赢了吗？对啊，是不是很惨烈？我一张被查下的牌苟到最后。这人真的是牛逼。我一张被查下的牌苟到最后，看到没有？而且是我被这冤家查杀，我就扛推把这个冤家扛推出去了，然后就一活到最后。活到最后。啊哈。真的牛逼。真的牛逼。看什么直播啊？我积极的，积极的。这个有没有看美颜？不知道呀，这个美颜新版我都没用过。哦这个怎么那你试开了没关系，一鸣啊就没什么好看的了，想欺骗我们的感情。木木还有个人叫我把他封了好吗？我的脸像木木那么大吗？看一下你这个，你这个摄像头是哪的？这个一般在拍的时候从上往下拍，这样脸女生的脸就变得小。哦，你这个角度的话我都不懂，但这样就很容易那个光啊，就是这样。那我这个衣服，我像我这么对吧？本人走过也没有。哎呦，我的衣服走了，手抖了。这是狗吧？你说那个从上往下拍，操！你一直暗示我，大白腿露出来哦。李醒就是条狗，真的，他就是条狗。美女与狗。看没有？你看人家这个。就小芳怎么可能这么漂亮？人家这就会撩妹，对吗？要不然，这你是条狗。这个人，这个对撩妹什么都不懂，狗带狗，真真的出来。然后这下播了，真下播了。你要去那个什么？我们要没测试了吗？对。好。我估计。拜拜。他们有延迟，他们现在还没有反应到那波有腿的那个。这个他妈的是不是免费礼物、哦、好了我关播了关播了关播了真不播了拜拜，真心诚意的跟我说一波拜拜好吗？只有我戴着那个蓝牙耳机，真心诚意的 say goodbye 一波好吗？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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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只希望很多很多的爸爸爸爸就阅读拜拜拜拜啊，刚刚我给那个阿九的女朋友
上了一个房管，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希望你在今天几号啊？他说10号，9月12号之前，我直播之前，我能看到你的 ID 改成我锦的女朋友，要不然我就生气了。我仅仅只会对你失望。目前为止，那个阿杰的女朋友，我已经给你上了房卡，我只是想标记你，不要只记住。两天之内不改名，就生气。走了，我们里面开始。我今天只睡了两个小时，只为某一个负心人，